系端午节，多区都有龙舟比赛。今日我哋就嚟到大埔海滨公园呢度，简直系人山人海，好热闹啊！旧年我就冇嚟睇，今年好热闹，好多人，个摊位游戏都好好玩，多咗啲嘢食咯，好热啊！好热啊！咁今日个气氛点样啊？几热闹。有冇睇过爬龙舟啊？上年有。上年有。上年睇完够唔够啊？不夠，所以今年你再看。是今年大埔這邊一共有69隊龍舟隊伍參加，參賽健兒超過1600位，大家為了賽事而團結一致，那份熱情真是不說得少啊。七夫幾歲，八夫幾歲，七女八歲，八歲。準備了幾耐啊？我哋新年已經開始練到而家噶啦，同埋我哋玩了十幾年噶啦已經。今年呢、這、一個即係成績，大家滿唔滿意？滿意第一喎，第一喎，梗係滿意啦，超級滿意。你講下覺得今年嘅氣氛點樣先？梗係好啦。為咗今日練咗幾耐咧？哎呀，好辛苦練啊，練咗十幾日。欣賞完龍舟賽事就可以過嚟嘉年華呢邊，除了有很多攤位遊戲可以玩，今年大埔呢邊更加增設了美食街，對於小商戶嚟講都是帶嚟正面影響。琴日亦都試過黃雨同埋雷暴，但今日嘅氣個天氣咧好合適啦。咁而家嘅總人流咧，我覺得已經超咗成15000人㗎啦。而上一年那個端午節嘅嚟講咧，都係大約係6000人到。個消費意欲又點咧？OK 啊 OK 啊，嗱我其實咧就食材個用人量嘅量咧，大約係300人到。咁而家我已經去咗75% 㗎啦。而家先講緊係12點到嘅啫喎。係啊係啊，咁所以超出咗嗰個預算，對我哋小商户嚟講個作用都幾大㗎。